好啦，咁咧呢度咧一定咧要咧有啲老师咧去分享一下，传承一下。张文老师咧系当中嘅经典例子嚟嘅，吓咁唔好意思，可以删，可唔可以有学员删一删咪咧 ？OK 啊，唔该晒。咁咧张文老师系经典例子嚟嘅，因为咧好多女性咧生完之后咧，特别生完一个、两个、有三个之后咧，其实佢哋真系好想减，用好多好多方法帮自己，但系去到地铁咧，仍然有人让位嘅。嗱呢种感觉咧，其实好难受噶。咁所以咧，我希望咧，张文老师同我哋 check check 下吓，佢咧点样凭住 TL90咧，即系话遇见一个真系好索嘅自己，好嘛？咁时间交俾你啦，张文老师。Hello， 老师，你哋听唔听到啊？听唔听到我讲嘢啊？好好，听到系咪啊？多谢老师，多谢老师邀请我今晚分享啊！我咧其实我自己咧，即系觉得我真系天生。肥胖呢個問題，我而家同你哋講咧，係冇人相信噶。啲人就話：哇，你咁瘦，你生完都咁瘦，你而家生完兩個啲仔女咁大，你都咁瘦咁樣，成日就見到我好瘦咗，瘦咗。但係咧，係冇人相信我咧，肥嘟嘟啦，即係真係嗰種咧叫做食少啲嘢又會肥啦。跟住後來咧就係飲水都覺得自己都肥啦，跟住再後來嚴重啲呼吸都會肥嗰種啊。跟住我就好醒買我阿媽啦。我都話你屋企嘅家族遺傳強大，俾咗我噶啦咁樣，跟住咧我就覺得自己好慘啊！咁咧直至到咧我真係生完小朋友之後咧，我肥胖問題好嚴重，嚴重到咧你真係覺得我冇，即係覺得自己真係冇辦法，好似變翻一個未生嘅身形咁樣喎。咁咧好開心咧，嗰時我哋有 TRA 嘅系列啦。其實 TRA 咧已經基本咧將我肥胖嘅問題咧係減咗一半噶啦。但我冇諗過咧 TR90 咧，佢係將我肥胖根源都處理啊！你知唔知咧？我覺得最驚喜嘅地方係咩咧？女人一定好多鬼鼠肉噶嘛，係咪？好多鬼鼠肉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咧 TR90 咧，佢係將啲鬼鼠肉咧係不知不覺之間消失咗噶。你有冇覺得好開心咧？即係作為媽媽嘅我哋嚇，即係我唔知男性，但係男性聽到呢啲説話有咩感覺？鬼鼠肉咪鬼鼠肉咯咁樣。但係女人咧對鬼鼠肉嚟講咧，好唔中意噶，因為硬係想買啲靚衫又著唔到，又遮呢度遮嗰度，嗰度又冚唔到，我覺得好煩嘅。咁第二咧就係其實我都我覺得我自己都當時係有嚴重。腹直肌分離的問題，就是肚子真的很大。為什麼呢？我生完之後，那些人問我，咦，這麼快有了啊？這樣，你知不知道這個打擊是多大呢？還有呢，就是搭地鐵有人讓位，那個打擊是多大呢？是不是？其實很不開心。那我覺得 TR90 很好的地方是什麼呢？它真的將我根源的問題處理，這個，我覺得這個是很正的。第二呢，就是個課堂啊。個課堂咧係一步一步一步咁樣去教，嗱你知咧，我哋女人啦減肥咧第一個字就快靚正，係咪？即係冇講咁多，最快有一個方法就教我噶啦咁樣。但我覺得咧，以前咧快靚正嘅方法咧係唔嚟得持久同埋有效啊，即係短時間係得㗎。即係你話食藥減肥啊，食蕉減肥，飲湯減肥啊，呢啲我乜都試過曬，總之坊間所有減肥方法我都試過曬。但我其實好中意我哋絕密班嘅方式係咩咧？佢係每一個禮拜。每一個禮拜，每一個禮拜咧，都讓我哋身體有進步咧，我覺得好 amazing。突然之間咧，去到第七個禮拜到第九個禮拜咧，你明明覺得第五個禮拜都冇乜效嘅喎，冇乜效啊，覺得自己冇乜效啊咁樣。跟住到第九個禮拜咧，你翻度磅就覺得，哇！你個脂肪減咗8.9磅，條腰減咗13cm。你係突然之間咧，只係每個禮拜，每個禮拜，每個禮拜。課堂裏面教的都跟足和做好呢，是突然之間有一個很大的轉變。我很喜歡我們絕密大變身的課堂呢，是很有系統，七個禮拜裏面呢是由頭到腳，由裡到外，由腸胃到肌肉到皮膚到脂肪到線條，即是我們很喜歡改變的東西，它都是逐步逐步去教我們咯。第二就我當然超喜歡我們的小天使團隊啦，即想起想當年自己都還是那些肥嘟嘟來的那些，跟住就話你想嗰啲咩可以攞到啊？但我真係想講咧，佢哋嘅個人分享同埋佢哋個人經驗真係好幫到我哋。咁當然啦，我到最後而家係兩個小朋友嘅媽媽，呢種飲食習慣咧，係幫到我小朋友由兩歲即係開始入學。去到而家佢哋青春期就嚟一個都發育完成咁滯啦，佢哋嗰啲骨肉相稱同埋飲食嘅模式咧，好幫到佢哋咧唔會過肥，唔會過瘦，高度啦、體型咧都係好標準咯。咁我自己咧係嗰啲超級澱粉質
瘋狂者嚟噶，唔知佢有冇啲腸仔包啊、蛋撻啊，即係新鮮出爐嗰啲誒薯蓉啊嗰啲咧，一見到就想食噶咯。唔知點解行個麵包鋪咧，即係突然間好多人咧話你喂我喺度，我喺度，做乜仲唔買我食啊咁樣？咁突然之間咧就會買咗三個菠蘿包、兩個腸仔包同埋一打蛋撻嗰啲人嚟噶。我係嚴重澱粉質愛好者嚟噶。咁但係超過90之後咧，佢將個澱粉質嗰種渴求咧係平衡得好好啊！即系呢个咧，真系天生系冇办法控制得到。但个产品咧，竟然系嗰、那个系个 control 啊，应该个 control 嘅产品咧，对肾上腺皮质醇同埋胰岛素个分泌呢个平衡咧，令到我渴求淀粉质嗰个情况咧，系好好咯。咁所以个3333加咧，你净系食一个拳头嘅。啲人话：哇，一个拳头咁多啊！点解当时我谂乜嘢啊？哇，一个拳头咁少啊！即系大佬，好似三个菠萝包啊，佢意思。跟住哇，你一個拳頭多，但係對我嚟講好少。但係好得意嘅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我食咗聽講食兩個禮拜到咧，我竟然可以去翻即一個拳頭嘅澱粉質份量，係我十幾歲去到我超講十個過程裏邊咧係未試過嘅。咁我覺得好開心咯。咁我以前咧好中意食烏冬啊，好中意食粉面河粉啊，即係唔肥啲都唔食嗰啲咧，食咗之後覺得自己都唔會點肥，但係真係好肥嗰啲咧，而家咧係完全可以控制得到。咁你話我係咪完全唔食咧？我不是完全不吃，但是可以控制到的情况之下是做好3333的飲食咯。所以你有时在 Facebook 看到我的照片啊，看到前后照呢，我们是经过 TR90 和转运大变身的努力的。我知道我们今届都很多妈妈参加，那妈妈团队加油，我们一定 会努力帮你们。啲仔女越大，我们越靓越健康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开课见啦。多谢晒 Sherman 老师 ，OK 吓，即系越讲咧越振奋 ，OK 啊。咁你见到咧好多老师就喺呢方面嘅蜕变咧，令到咧佢愿意咧系成为小天使，愿意咧系义务咧真系参与当中，因为我哋都系过来人 ，OK 啊。Next。